Feel TV 嘅马家烈与大卫系列绿豆修子唔错，就梗系要食住个势开埋前传啦。呢日马家烈与大卫系列前度举行发布会，但系上一辑嘅林保怡同周嘉怡都唔见人影，由刘俊谦同埋文青女神 Angela 袁丽琳做佢哋嘅后生版。廖碧怡就继续留低做小三，保怡话佢都想拍噶，不过人哋冇揾佢咁话噃。而新加入嘅就有影帝秋生、许志安、夏文汐。安仔今次会同 Angela 合作做情侣，仲会有少少石位添。咁喺剧里边，我嘅对手戏就系Angela 啦。咁佢就系一个比较年轻啲嘅女演员。咁我喺里边系做佢嘅男朋友。咁以前嘅年代，我谂就会比较好似怪少少吓，相差十几二十几年嘅。但系我觉得时代嘅变化啦、变迁啦，我觉得而家望落去好似系好正常。咁反而一个男而家啲女仔一個男朋友大概五六年，覺得好似好細個咁，好奇怪呢樣嘢。因為社會變化就係咁。Bernice 呢次除咗做小三之外，都同小鮮肉有對手戲㗎。佢話有人追，開心過上輯好多啊！好新嘅感覺，而佢好即係每一樣嘢你做咧，你都會令到佢笑啊！嗰種初戀嗰種感覺係其實幾開心噶，可能本人咧少拍拖咧，所以其實都幾即係真係會令到你開心嘅一個男仔追你嘅時候，你做乜嘢都係啱嘅。想拍拖就留翻啲時間識男仔啦，唔好再沉迷工作啦。我生日啊，就嚟幾日後，所以咧大家都話不如你嘅生日願望佢哋幫我 wish 咧，就希望可以拍拖啦今年。